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果果。这些钱呢，是朋友们最近给的一点心意啊。一会儿我要把它交给奶奶去，但是我一直在犹豫啊，要不要把这个事情记录下来。因为每次我一发这种视频啊，总有一些不好的评论，朋友们总爱拿我的视频去跟别人对比啊。你看看某某作者都不收粉丝的钱，你还收粉丝的钱。其实我的本意也不希望大家这么破费，毕竟每个人挣的钱都是血汗钱，都不容易。但是朋友们已经通过打赏的方式给到我了。我就一定要把这个钱交到奶奶手里，别人收钱说不说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收到钱，我一定要把它记录下来，并告诉大家我把这个钱交到奶奶手里了。好了，咱们去奶奶家把这个钱交给奶奶去。给谁请吧，爷爷来。其实请你怕请命的吗？清明盼着吃鸡蛋了是吧？你盼着鸡蛋老爷上坟吧？没来着，留了几只清明。四月四呀，阳历四月四。阴历呢？三月的。是的。清明，啥子清明？嗯，你又挂牵俺姥爷呢，哎。嗯。清明我去给俺姥爷上坟呀，你别挂牵了。嗯。清明也都得上。起来了，奶奶。嗯。起来了。嗯。睡醒了，奶奶。嗯。睡醒了。嗯。来，一个好人来。又叫火上的，今天你也有节的，啊，也怎么写？哎呀，今天你还在骗朋友谁呢？去。俺这一天。啊。那么些光花你钱弄的。哎呀，就我光花人这钱，我这个工作。你这是给俺姥爷的，俺姥爷没了，你就拿着呗。嗯，中午不吃了哈。啊。哎呦，谢谢大家。哎呦，中午不吃了啦。哎，好好拿着哈，奶奶。嗯。好好拿着呀。啊，我上哪着？